你看看，看看吗？哪辆车呀？就是这个呀。 行呀，这座椅都是布的，这沙发车呀，有没有好一点的呀？这是不是挺好的？适合你的体型。你要正常的真皮座椅啊，隔壁店300块钱包一个。我们这里啊，好车有的是，就是这低缸托的，别别别问题啊。大姐，我也是农村的。 没有这些车，再我看一行不？大志，来了，怎么了？带他看看去，我看着点。好了。 这车也太丑了吧！这不挺好的吗？这能有？你那啥车呀？那车太贵了。没事，我有钱。哎，小心点，别碰坏了。没事。 我说你这个人这样，看也看了，摸也摸了，有这么没有面子。别耽误我挣钱，一边做活。姐，你这就不对了，是我先过来的呀。你这个人，你知道化解老公是谁？小经理，这是谁呀？心臭烘烘的。我是养牛的，我过来买车。 我过我先来的，怎么他先进去的呀？养牛的呀？不是美女，我也不认识你，你也别这么瞧不起人呀。你说你能长得这么漂亮，怎么做出这么差劲啊？你又农村人，跟我讲什么先来后到呀？ 不行，大姐，这车更贵了。你看那钢托的地又被你踩着了。不是，它能贵多少钱呀？这车也太帅了。哎，别动，总坏了能赔得起吗？不是，这车是纸扎的吗？我碰一下就能坏吗？这也太瞧不起人了。走，我们去看看那辆车。啊，好，姐，我现在跟你去。 你一个车，你让我，这车我要了，多少钱？蒋经理，这个车多少钱呀？260。来说说，我要了。好嘞，姐。不是这么回事呀，我看到这车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是我先来的。 这辆车跟那辆车我都要了，你去叫丁丁去吧，快去！烧糊涂了吧你？一个农村人还叫什么双卡呀？你是在这扭？
的是多少钱吗？300多万的。去，蒋经理，这两台车我要了，让这个农村人看一下什么叫消费。好嘞，快点。你离我车远一点，不怕了你赔得起吗？哎，蒋经理，过来呀！好了。来，这个工卡嘛，多整一张工卡，多完了，赶快走吧。先整你的卡，定金20万已经刷好了，等一下老板就来挣我们钱。是，不是我的卡呀，不是你的卡吗？大志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待我们的卡呢？大姐，这是你的卡，你是我吗？花姐，这是你的卡，里面没有钱了，要不你改天再来看看吧。这怎么可能呀？怎么不接电话呀？美女，我是农村的，我是养牛的，身上有五味的，但是你也不要瞧不起任何人呀。我家有几千头奶牛，每一分钱都是我辛辛苦苦赚来的。切，什么情况？老板，怎么回事呀？哎，别提了。他怎么来了？包养他的老板都已经破产了，年里还干嘛？不能吧？不能。他的资产都被冻结了。你就是老板呀？这两台车多少钱？这两台车总共是360万，你刚才已经付了20万定金，你看看我们是否和平协议？你都把车看好了，别给我碰坏了。姐姐，你看看把这两份合同签下吧。两份合同是吧？那我再付340万。对对对。行。你给我签两份合同。两份合同？什么合同？把他们俩一人签一份，立马把他们开除掉，不然我就不签了。不要瞧不起农村人，时代在进步，社会在发展，你们城里人未必有我农村人过得好。能签吗？能。你们俩赶快说。